威风，你把门打开了。还没开，几点了？还有30秒到12点，12点以后就能将资料下载出来，准备吧。OK。干嘛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为了你，是为了你。还有10秒，做完了是吧？帮我把衣服弄好。怪不得人家说男人就会在这个世界消失，原来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一样做得到。你说什么？想不到你这么有义气。我不想开他们出事，别告诉人家。你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会帮你，死都行。废话，滚开。行，收拾东西走。蜘蛛，他有没有不老实？没有。